林宥嘉在红馆举行的歌唱，连日来都吸引不少圈中人捧场。尾场就有邓小巧、马天佑、王贤、Jeffrey、魏晋生，仲有合 Collar 的 Winka 和李心凌等等。Yoga 去年因为疫情而未能来港担任林家谦演唱会嘉宾，只能够透过视像隔空合唱。在这晚，两人终于同台。Yoga 特别提到，家谦除了写了一首《话语更坏比自己》之外，原来还有一首《玛丽晚安了》从未曝光，尾场的观众就有福了。在台湾里视讯的做了我的嘉宾，看演唱会之前，所以一直都比较大压力。然后谢谢你跟我通了个电话，讲一些话，给了我很多很多的鼓励，谢谢你。你知道巧克力在广东话是怎么讲？朱古力。对，朱古力。所以我就送我一个鼓励。鼓励。你看，好朋友。家里面全都是猪的，然后这些猪都是祝福你，谢谢你。Yoga 呢次演出并冇刻意安排嘉宾环节，但喺第二场 ，Yoga 点名到场睇 show 嘅 Mirror 成员 Jo 柳颖婷即兴合唱，但呢份惊喜又点知得阿 Jo 一个 ，Yoga 都好喜出望外，对方喺零准备下都可以唱得咁有水准。因为他完全没有准备，而且你知道吗？在这个台下，你站在台下这个喇叭前面唱这个歌，其实那个声音是有 delay， 就是你唱出来，他还没有出来。所以他可以唱成这样，我觉得他非常冷静。Yoga 相隔四年再来港开 show， 对歌迷诚意十足 ，encore 到十二点先完场。虽然呢次只有父母随行到港，太太同小朋友留在台湾，但 Yoga 都期待下次能够一家人再临香港，仲话要带仔女去吃地道鸡蛋仔添。鸡蛋仔是一个好，系咪好平？总之唔系好贵嘅嘢，系咪？但系。小朋友一定好中意，好开，佢哋如果有鸡蛋仔，一定好开心嘅。真系好期待有机会嘅话咧，我哋太太同我哋小朋友都可以嚟香港，同埋大家都可以好似小朋友咁睇到一个鸡蛋仔嘅时候。就觉得好开心，祝福你哋天天开心。